家好，我是红火球。今天呢，不是今天啦，应该说这一个系列呢，我就来一个一个换到一个就开一个小七的 BMW 模型，换到我想要换的那几款，我就会停下来了。所以这算是给自己一个小承诺吧，我一定会换到我想要的这几款才会停下来。如果我没有换到，那就算了。好吧，那就来开第一箱吧。不是我想要啦，这是哈雷的 R1200C。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这个，他送的这次比较精致的，它是一整本。它是一张纸哎，然后每一个都有，是不是在偷懒啊？好可惜哦，没关系，这台也是很棒的，水平对握有没有？而且几乎整个都是亮面的，还不错。我要打的有点丑，而且是双叠钢丝框，不错。那我们期待下一个吧。嘿，大家第二盒来啦，好吧？虽然影片中看起来是瞬间就有第二盒了，不过其实已经隔了一年了。那一样来开吧。第二盒好期待哦，好想要快点换到我想要的。命运的时刻，我开，哇，是 K1300S2007 的，哇，这台是，等一下我看一下哦。好啦，这台不错啦，不过我想要的都没有，可恶。好啦，这就是第二箱啦，那期待第三箱吧。哎，我们来到了第三箱跟第四箱，这次两箱一起开啊，然后趁着假日有太阳的时候拍起来比较亮，要不然平常晚上拍都好黑哦。好啦，命运的第三箱来啦！好啦，命运的时刻，噔！哇，是 R32 1932，是最老的那一台。哇，还不错。这台我觉得不错，至少不是抽到我最不想要的那一台。我最不想要的两台已经抽中一台了，好吧，这台不错，哇，这台很经典啊，不错。又第四箱，哎呀，第四箱一定会中的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吧，不多讲了，开吧！哇，吓到我，哇，这台是R69S1960，哇，我还以为抽到同一台，吓死我了。好了，这台是钢丝框的 R69S， 哇，双管哎，我看一下这台啊，哇，那我最古老的两台都有嘞，哇，还不错。不要，我要最新的那两台啊，可恶。好了，不管啦，这就是第四台啊，那我们就还是继续朝目标前进吧。OK， 大家第五箱啦。不过第五箱之前，先给你们看一下它的机点卡上面的车换了的，好吧？那直接来开第五箱吧。希望要中啊！我开，不会吧？这台是69S1960，重复了，我的娘，居然重复了，可恶！哇！啊，重复没什么好看啦，第五箱结束啦，第六箱快点来啊！哟啊，第六箱啊，我都已经拿那么多箱，也终于让我中一下了吧？那就直接开吧，不多说了。那我刚看到了，完了，我看到了，3、2、1，开！耶，是我最不想要的。这台是 BMW K1 1988，我一开始觉得这台好丑哦，结果真的被我抽到这一台了。我最不想要的两台都有了。它后面居然没有座，太烂了吧！后面好塑胶感好重哦，是不是偷懒啊？哟，第七箱啊，一样不废话，直接开啊！拜托来一点不一样的，我已经超过一半的车款了，连自己想要的一台都没有。3、2、1，我有了！这台是 BMW C650 大洋，耶！这台就是我想要的，太棒了！哇，好帅哦！
速的打哎、欸！哇，这台太炸了，太炸了！就剩下这一台，那我目标只剩下最后一台了。拜托，下来就让我中吧，要不然我真的要破产啦、啊！好了，大家，我又换了两箱啦、啊。哎呀，我觉得我运气很衰、欸，其实我换了这么多箱，应该早就该要有我那个出现，而且我好像已经超过我的原本的预算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就来开，就是因为最近也快要结束了，所以我们就快来开吧。希望这两箱一定要中啊，中了我就要停啦、啊！三、二、一。开！哇，又重复啦！哎、欸，没有重复，但是 R 八十 GS 一九八七年，哇，我居然拿到这一台嘞！哇 ，R 八十 GS 一九八七年，哎、欸，没有重复哎。好，我这箱是 S 一千 RR， 没关系，我们还有一台，最后一台了。三、二、一，开！哎、欸，有啦，八。哎、欸，好像是哎、欸，是哎、欸，哎、欸、是哎、欸，我们在全部的最后拿到我最想要的这一台了 ，S 一千 RR 2016的，哦，太棒了，哦，这还是我的目标啊，终于拿到了，我换了几箱啊，我记得两台重复的，所以我剩下一台没有拿到，其他全部拿到哎、欸，哇，太棒了吧，啊，太棒了，好吧，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。哇，这个影片我拍了快一个月才全部拍完呢，完结！啊，真的太棒了！等一下会把全部的车排在一起给你们看啊。好啦，各位，这就是这次的 Seven 小七几点送的 BMW 系列模型啊！啊，终于抽中我最想要抽两个啦，刚好抽了十抽，然后只少了一台，然后两台重复。嗯，运气还不错呢。哎，你们看这个那个影子，这影子超帅的。我用那个手电筒和那个行动电源打光啊，打成这样。好了，那这次的集点就到这边啦、啊。说不定后面还会去换一台，然后看能不能抽到最后一台呢。如果有的话，就在影片后面放哦。好吧，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咯。那么一样老话一句，订阅我吧，目标2万订阅。